这里搞不住钱，你想嘛，七月份回月是吧？最才容易发个价格是几块钱，对吧？就三块钱，那你回去。 现在做服务行业就很难了，很难，动不动被骂被投诉，进来道歉，你说你呢？我是我刘老师的学生。刘老师，刘老师道歉，下次不犯这刘老师撞到你老师，你们绝对不会出这种情况。相互理解，你和吴院士，吴院士这个大姐，咱哪个也不能去西的，对付你。